小妹懂浪费，你再快尝尝。开饭了，开饭了，今儿的吃芝麻饼儿汤，我挺香的。哎 ，bro， 我不是芝麻饼，我没吃，这不是蚊子吗？这玩意儿也能吃到的。按理来说呀，这我们吃人类的份儿，那非说我也却被都成了蚊子饼了，成了人类的美食了呀。我什么玩意儿？我都被误伤了，我还没说啥呢。哎，这怎么还有苍蝇呢？那小饼拿啥做的？嘎嘎香呀这。